咁我哋咧依家就嚟到巴黎嘅市政厅啦。佢呢个建筑咧系新文艺复兴嘅风格，讲求有规律嘅陈设。为咗做到呢一点，采用一个凹凸交错、前后前后前嘅 floor plan， 同埋对称嘅形状、集中嘅比例，就好似座山咁。呢种山脊线嘅 pattern， 亦喺顶层阁楼黑白高低相间嘅窗户上边揾到。行近啲睇咯，正立面嗰度咧系布满咗好多巴黎历代伟人嘅石像。根据非正式嘅统计，大厦上边刻咗338个唔同嘅人样噶。为咗令到佢更加有观赏价值，屋顶嗰度天花线咧系用铁线围绕心形嘅 pattern， 再喺上面加咗几个青铜嘅雕像，着住传统嘅骑士服装，冇一个部分会留白嘅。巴黎的最后一集，顺着条 timeline 讲埋当代艺术就圆满啦。咁庞比道中心佢所采用嘅咧就系结构主义嘅建筑，佢用颜色嚟到分类空间，同我呢杯雪糕一样咁鲜艳。红色嗰部分就系升降机嘅 lift 槽，蓝色就系通风，其他机械嘅结构啊就用黄色嚟到做主调，摆晒出边，咁就可以 maximize 成个 floor plan 嚟做展览。咁重点梗系入边嘅画作啦。所謂超現實主義咧，就係用一個近乎 photographic 嘅 detail 去設計出一個唔會發生嘅情節，去呈現呢個世界嘅荒謬。例如要控訴戰爭嘅殘酷 ，Max Ernst 就話手榴彈做題材，但係係有眼耳口鼻嘅。然後介紹四款抽象嘅油畫 ，George Braque 同埋畢加索係好好朋友嚟嘅，佢哋兩個喺巴黎嘅蒙馬特嗰度研究油畫嘅構造。見到呢種面容扭曲嘅油畫，大家都會問佢畫咩㗎？咁你只要將我嘅動作 take 兩個 snapshot。重叠埋一齐，就系毕加索嗰种立体主义构图啦。嗱，例如呢一个题材系小提琴，边忽似小提琴咧？见到小提琴 S 字形发声嗰个位啦，又见到佢啲弦线啦，同埋见到佢个头，大概系将完整嘅物件割裂成小部分，喺唔同嘅时间摆喺唔同嘅位置，将咁多个时间所见到嘅景物重叠，就出现咗呢一个立体主义。相比立体主义，中意将影像重叠。野兽派就中意将颜色重叠。Henry Matisse 始创咗 Fauvism， 野兽派就系将主观嘅颜色强加咗喺幅油画身上，完全脱离现实，但观众可以从个颜色估翻画家系咩心情嘅。再之后就到 Paul Klee 嘅巴豪斯风格啦，佢将世界简化成有韵律嘅线条，亦包含哲学符号，画出小朋友眼中嘅童真。相比巴豪斯将景物简化成线条，极简主义就将佢简化到得翻纯色。今次系好 signature 嘅作品 Blue， 不过去到呢个位咧，要深思一下，佢抽象到净系得翻一片颜色的话，咁个美学嘅元素究竟系咩咧？嚟到博物馆嘅尽头啦，留翻呢个思考嘅空间俾大家自己去解答。如果话我嘅心得啦，唔系 official 嘅分法嚟嘅，抽象艺术分两个维度，一边系加法，一边系减法，一个玩图像，一个玩颜色。咁讲咗加法先，将图像叠加嘅就系立体主义，而将颜色叠加嘅就系野兽派。相反，将影像减散成线条嘅就系包豪斯风格，而将颜色减散成纯色就系极简主义。咁四种抽象技巧，你依家识分咯。很想要吧，嚟紧我哋就嚟呢一间海产专卖店嗰度试下呢个喷晒烟嘅海鲜拼盘啦。睇下啲蟹膏，香港食只蟹咧，一般都系腌咗好多盐水。佢呢个咧，我系未试过食咁清新、咁新鲜嘅蟹，原来系好淡啊，但系可以食到啲蛋白质嘅味道。反而另外谂起，原来香港食开嗰啲都系假嘅自助餐嗰啲蟹。最后啦，好好味嘅生蚝，好香嘅海水味。但係又唔會冚咗蠔嘅鮮味喎，即使食到個狼嗰個位，你都覺得佢係好乾淨，一滴污糟嘅內臟都冇嘅。巴黎咧一向俾人好 overwhelming 嘅感覺，如果你 shopping shop 到攰，又或者睇建築睇到審美疲勞，我建議你嚟呢一個城市入邊綠洲 Queen Berenice Museum 呢一個博物館，用好靚嘅藤籃嚟圍住成棟牆，唔好忘記喎，起嘅時候係2000年，當時仲未興綠色建築，佢可以話係 pioneer 咗呢件事。咁我哋而家行入去啦。
身後呢一個咧就係 John Novo 嘅 Quai Brandi Museum， 透過一層玻璃，再加個綠化地帶嘅緩衝，冇曬出邊嗰啲煩囂嗰啲車聲。如果你夏天嚟咧，你會發現呢一度係比出邊低三四度左右，因為佢一個船咁樣嘅設計，將兩岸嘅空氣對流，所以呢度係好通風噶。我會視呢一個為 John Novo 凌空設計嘅始祖，利用柱同埋玻璃托起咗成個空間，有一個漂浮嘅感覺。咁當中嘅綠化元素同埋佢個凌空嘅元素咧，亦都係佢日後得獎咗棟悉尼嘅 One Central Park 入邊得以體現。嚟到呢度當然就係要 appreciate 呢樣嘢啦。叉足電就翻去繁囂嘅街頭啦。巴黎嘅地鐵站都係景點嚟嘅喎。咁 typical 嘅新藝術風格地鐵站咧，就係咁樣樣嘅植物嘅 pattern， 有啲似入咗傑克與魔豆童話世界入邊嗰支魔豆咁樣。個 Louvre Palace Royal 嘅地鐵站，成個迪士尼嘅 setting， 好靚嘅。玻璃球啦，立體感同埋層次嘅扶手，所以我覺得喺巴黎搭個地鐵都係一件好幸福嘅事，因為你即使個地鐵站門口啊，都係一件好靚嘅藝術品。好啦，後面嚟到一個我好喜歡嘅小教堂，我覺得應該唔開名好啲，如果唔係太多遊客就會毀咗佢，似一個迪士尼嘅城堡多過似一座教堂。呢個教堂主要是分三個立面，首先整個建築是一個立面，然後將教堂一個屋型濃縮成為大門，三角形的 pediment 是一個立面，同埋橢圓形包住 rose window 窗第三個立面，佢成件事好統一，所以才覺得整個建築個結構咁飽和。香榭麗舍大道之所以比起其他城市的購物街不同，是因為以前佢作為皇宮向前伸出嚟嘅一條 boulevard。元老很多貴族在這裡買了一些靚屋，法國大革命之後就成為商鋪，所以你看這裡是很漂亮，因為以前這個是被皇親國戚打交道的地方。夜晚你是同時見到法國的地標凱旋門和羅浮宮金字塔對出的摩天輪，所以是很值得來。附近有一些很 upscale 的 French Dining Shopping Center 和一些賣花的老千。話說香榭麗舍大道有新的商鋪在進駐，必須要得到商會的同意，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 H&M 啦。當初香榭麗舍的商會是不同意它在這裡開的，覺得這個外國勢力破壞了法國的風貌，證明這個地方無論是消費還是飲食，以自己的文化自豪，保留自己原有的一切。希望這個節目都能令你感受到巴黎的風情。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我是 Frederick， 拜拜。